这个队伍两中来介绍，来自咱嘉义新港洪天宫，咱的北投金虎夜会啊，咱的金虎夜会将在后天啊，有非常精彩的这个虎牙叫吃炮的活动啊，这个把我们虎牙吃炮哦，这个会发大财的这个台湾民俗活动啊，要带到我们万华啦啊，所以在后天我们共同来期待，给大力。啊，虎牙叫阿未来哦，虎牙叫后天才会盛大登场啊！哦，那今天咱的虎牙会共同来向咱啊庆祝金龙队、金龙团来个现场来祝贺，再一次咱非常感谢北投金虎牙会共襄盛举来共同参与。就咱今仔日条件马祖，一当楼主，咱的楼主大黄国彦先生，顶天先做大殿，非常感谢咱北投金虎牙会尽力来相助。咱的两股啊，有一咱淡水道成功，咱淡水道成功的团队，谢谢咱的道成功，谢谢张培士大。我们一般下雨下到中午啊，这个就天气已经晴和了。哎，当公那妈祖女女非常感应。好，非常谢谢，谢谢咱北投金虎牙会来庆赞金龙团，金龙配水公，但是更吉祥。金龙啊，来拜咱的花旦。通常呢，这个仪式会走三遍。哦，我们的龙镇呢，啊，在我们的农业社会时代啊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消耗体力的啊这个仪式。大家可以锻炼你的身心，锻炼你的体魄啊，就来参加金龙团。要把一个龙啊活灵活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考验着大家的默契。如果有一只打结啊，那就不容易了。谢谢咱今仔日啊，嘉义新港洪天宫北投金虎牙会来共同庆赞咱的金龙团、金龙队。接下来是第二轮的祝福，咱今仔日的金龙团啊，来自咱淡水上届名道成功啊，咱道成功的金龙团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淡水大拜拜的时阵，通常都会怎么样？下雨，因为咱的金龙团只要出门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水气就非常的旺盛。尤其是咱的道成功，咱的金龙金金龙团，会当讲。每次啊，这个出团的时候都会啊下雨啊，缔造了这个传奇啊，哦，就营造着这个云从龙，风从虎的画面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
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吗？谢谢。对，我们在甲醇里看到青龙仙队，一定祝福大家都能够大富大贵。进入到第三轮的制服，先生恭迎咱淡水大成宫金龙团金龙献水功，苦涩感吉祥。谢谢，感恩掌声来恭迎来恭送咱大成宫金龙团。好，来，我们的民众，请帮我们稍微退开。今天咱天文四处加巡礼，各位会当看到咱的金龙献水已经带给大家大富大贵。台湾风趣，会当富贵迷迷。好，接下来。